District Attorney Chesa Boudin. 他比其他DA做了更多，付出更多的努力，为我们的社区安全，为我们唐人社区，长不同以人的社区，移民社区，为我们的受害者的服务，为我们的有一个全面的社区安全的计划。所以，这个办免活动只会让我们。